说什么？你那个朋友啊，不会回来了。你天天待在房间不出来，对身体不好。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。怎么可能？不信吗？你们这些女孩子呀，就喜欢自己骗自己。这个男的也是，看上去浓眉大眼的，怎么老干这种事儿啊？老板，老板，昨天跟我来那个女的还在吧？在啊。行。你居然真的回来了？什么意思？你那个朋友刚刚还说你会很快回来，没想到这么快。他说我很快就回来。